那我回去了，红不用梅，你买打钱。他是不是应该是有奖励的呀？我奖励，红名给他奖励不多。这个红船你不用管。我们要不要开这船去 PVP 或者开？没命。PVP 就爆炸了，这船没法 PVP。无非就 PVP 绑体呗，就我们几个人围着一个人打，那还行。那倒还行，真来 PVP 直接死了。bounty 的话，那我们现在如果是四个人，一个炮塔三架飞机吗？那炮塔有两个，一个就够了，一个这就样，够了，这炮塔也没啥用，主要是靠驾驶员的炮。还是？行，向后的炮塔有啥用？没有用。我这个炮塔也可以向后，一定程度上。对，接没着有向人会后，需要向后。移动，接着动，接着动，接着往前走，往前走，我觉得够接着了，走，这是。往前。后头停下来了，我感觉后头绝对停下了。这个接着往左点，好，降低，OK 了。我操，Perfect，牛逼！可以，完了，一下四架。底下四架，这四架都可以，理论上讲都可以 quick deploy。我操，小宅给大家照张合照吧。哎，等会儿啊，等我到了再说呀。又不给人照，怎么截图？腾腾，你熄火了吗？行，我先上驾驶室了。先上驾驶室。哎，这个进来还是挺方便的。话说，很多船如果是没有办法在官网看的，就是不动。是没法在官网买的话，那是只能通过游戏内买嘛？提前限定，游戏内有的可能是。你想买什么船？反正六月份的时候有一个那个 Invictus Day 是可以。不是，Invictus 所有船 Day，那什么船都能买，但是基本上现在官网除了官网上这些船，别的船其实价格都还比较贵。我们是四个现在一起是吗？对啊。哎，等等，我操！为什么有驾驶室？